我住的房啊，这个路跟要管，见我一下工厂去过。来，我想给你介绍一下保安大姐的。龙妹，琳琅给他直播来。我还没见到我姐妹嘞，他俩搁这谝起来嘞。大哥是真大。老王五花钱只能来句哇，真大，哇好大。 我今天的摄影师。这个是共享办公室，就是谁请客人的。据说这个办公室比较的宽敞呀。妈妈这一阵子忙坏了吧？广东那边财务过来。正好我这边可以搞活呀。有这么需要的值班量。这个是咱们西单办公室。 百合姐了吗？百合姐嘞。你刚才有个人来刚出去。你看，可舒服了。哎，我听到谁的声音了？呀，终于到了哈！你不是应该上来先报过一下吗？不是报过了吗？不行。你看，陆哥，开心的。啊，服装姐。刚才报过了，要不再演一遍？啊，你俩刚才咋报的？让我看一下。 啥呀？你这又来个小公主是吗？真的是。他把王维举高高。啊，他们。我看看服装部行不？到时候我们这边还没装修。还没装修好嘞。打样架子。到时候我会装修的全部是那种一毛间的风格。就是一间一间的是吧？就是那种。隔间。隔一室一间。啊。一个是一间，就是我们家里面办公。陆总，你今天知道我要来，你这发型有点。 失分了啊！哇，这服装部。哇，这服装专门用来打包的。以后争取一天卖那个什么10000单。差不多，今天我们这边已经打包了有3000单，这边打包了有大概有1000单。啊。你好，张总，哎，到哪了？这边有车，拉货，直接拉过去。车不看了吧？啊，能开进来吗？能开进来。 直接开到仓库里面收货。哦，正好吧，你搁那离那边，你说的啥俺还听不见，收音也收不住。那天你给我视频谝一下子，今天录哥跟老王现场拼。哇，好大是不是？哇，好大！自己说完了。我给你一个哇，太大了是吧？啊，这比以前宽敞多了哈，还干净。来，直接开着车进来。啊，直接开人是吧？啊，先听我姐姐这个事情，然后人家说，嗯。 直接就用了免费，你知道吧？不用花钱了。对，反正又不是你装的。到来老王说了，楼上还有啥？来，让你看看楼上。哇，好大！这个视频哇，好长。陆哥，咱俩房产寻到的货管用起来了。可以，方便也可以用了。啊，不知道在哪房产寻到的货管用起来了。可以。他就用个肥皂洗脸。肥皂。正在装修，走吧。 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丽云。我们到禹州了，然后到地方的第一站呢，陆哥给了老王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陆嫂跟陆哥在带着我们来二楼的这个仓库间转一转，第一次装修好了之后第一次过来。然后陆嫂说我的那个宿舍也在保洁了，是吧？ 隔间，到时候这边是这是那个员工进来之后，然后消杀。哦哦，我知道。进女车间，这一道的工序全部都是被隔起来了，按时间，知道吧？这地板砖看到没有？看这边。这地板砖砸掉，花了好多钱。
料，这个要有杂料。抹漆一溜皮就走，这么大一个面积。对。什么车间？罐装，罐装。哦，罐装的是吧？对。大爷，嗯，大爷。哇，好大。那边是？那边是。那边是我们包材厂，包材。哦，原材料包材，对，都在那边，对，啊，正在装修，对，去哪儿？上三楼，还没偏完了是吗？你这，我只能形容为两个字，好大，三楼的帝国，什么？我都买好了，啊，铁锅炖大鹅是吗？对，今天管安排吗？今天不行，准备在那。空调还没买呢，自己买吧。他们说现在开不着空调，可以缓一段时间再买。热水器的话也没买，因为没有量尺寸，嗯，自己量吧。这活就问你干吗？行，我自己的活都干不完了。挺好的了，整个宿舍就可以了。啊，我们现在陆哥我们几个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，下来休息了一下，现在去旁边宿舍，就在这旁边，隔壁。啊，看你宿舍房间，你看怎么样？正在包间打扫。没事，我那空调这天也热了，也不急于一时。热水器可以到邻里房间里先蹭一下。然后等我熟悉两天地形，我自己再出去买。反正我带了一个月的衣服，管吃不管？不管吃。你得你得管俺们吃，还得谁来谁给俺们买饭。行吧，那我们今天这期呢就到。姐，我让你准备请俺吃啥饭？不聊这个，照了2000块钱花。不聊这个话题行吗？我今天没打算请你吃饭，我来的时候没带钱。好，去宿舍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今天晚上有男装直播是吧？然后让老王去充公干个活，你知道吗？咱们抵点饭钱行不行？这饭钱不能少。就这样讲，就这样讲哈。老王你在往打工哈，当男模特，然后抵咱俩的饭钱，咱俩得过一个月嘞。咱来了之后变抠嘞，天天搁家都上饭店上馆子嘞，到俺这儿还就俺管你饭嘞。老王买点，老王的酒都带了。我给你啊，彭林啥时候是小气人？看看俺后备箱带的酒。我到时候看看，可打脸，啪啪的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苦了很，我跟你说，哪哪都需要花钱。我想吃啥我不给你管够，我跟你吃不下就给你往肚里。没看人家说吗？我现在面条，甜食面条，丫头都是改善生活。行，带你改善大餐啊！准备了嘞，可知道？何止没带钱，带的银行卡几张嘞？吃啥都带你去。那行吧，我们就到这了，去宿舍看一下，拜拜。